乖乖小朋友，爸爸来。小该把这两个垃圾捡给我，非要去找垃圾桶。哈喽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全家来到了大概两个多月前买车这个地方 CarMax， 来找他们后账的。不是啊，是这个车又发现了问题，就是过来换一个零件。其实这两个多月自从买车以来，我已经来了四五趟，每次至少半天时间，有一次还把车留在这过夜了。哎呀，具体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了，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这个车买来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下雨了，然后我用这个雨刮器发现雨刮器不好用，然后呢我就过来换雨刮器。同时我发现它这个地方之前它可能是老化了，整个就翘起来了，然后我就让它帮我把这个换掉嘛，现在是换的是新的雨刮器，当场就修了。但是这个它需要预定这个零件， OK， 预定零件花了大概得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来换。换完这个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这个胎压有问题。前三个月所有的油都免费，这个轮胎他帮我换了四条新的轮胎，我觉得还挺划算的。后来我又发现了这个拉手，两个拉手它因为可能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，它都裂了，感觉快断了。他又帮我预定了两个拉手，换了两个拉手。这个安全带大家能看出来是新换的，安全带之前是没有办法自动弹回了，所以这个二手车啊就会面临这样一个情况，总是会有些小毛病。所幸我这个车没有什么大毛病，都是一些零部件上的一些小问题。换了安全带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最后发现的问题也就是我今天要解决的，就是这一块。大家看它已经松动了，松动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部分它断裂了，所以这整个这块塑料要换掉。自己走，不想让爸爸领。好吧，你们自己走，我们往这个方向来。Thank you。 哎，我们好了。这次他说差不多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呢去那边逛商场。看看别人的车，我们不拿别人的车，好不好？走。不要妈妈亲。不要亲了吗？爸爸。爸爸亲。好嘞。那你要上来吗？好呀，棒棒。要坐着吗？站着。啊，坐着还站着？站着。好嘞，走嘞。Need any help? Eat. We don't have any meat. I need fire. Okay. Fire. Okay. I have no. I'm ready. I got no refrigerator. That's why I can't run to you. Okay. You live here? Yes. You feel comfortable here? Yes.God bless you. God bless you. Happy New Year. 拜拜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他们睡在这儿。这没有人管吗？但是明显没有他那个固定的居所好啊。对，那个一般别人没法赶他。对，而且还那个、还挡风，有点树。对，这个他得挪窝。他肯定有人挡。那有。对，比上一次来要晚一点。我相信有些细心观众发现了我这件衣服的出镜率很高，是因为我几乎没有什么外套啊。所以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进去逛一逛，给大家看看美国这些名牌服饰的价格，顺便我也买两件，也给宝贝买两件，好吧。走，我们进去逛一逛。这门口是一个优衣库，先去看一看。这个$100，说实话在加州也不太穿得到了。其实我是比较喜欢，曾经比较喜欢穿这种格子的衬衫啊，不过我那些格子衬衫都是$10一件的，它这一件要$30。你们看到什么好衣服了吗？哎，嘿，大概你弄了一件好看的衣服，对不对？这么好看，漂亮吗？小弟，太漂亮，这50吗？这件衣服$29.99。啊，不是50，他喜欢吗？该你喜欢吗？
喜欢吗？他喜欢的是那一件，就是没有这么好。不要，不要拉倒。别瞎逛，你不是要买厚衣服吗？对呀、啊，但这个太厚了。太厚，你买多厚的？这个是不是太薄了？如果去露营的话，对，那太薄了，你就不考虑了呗。但是你看，这一件300，好贵。行，300，60% off，减60%，四折，120，也不便宜。对呀、啊，没有我喜欢的。因为你喜欢还是舍不得钱？又贵，又特别喜欢。该都等不及了，他自己跑了。跟自己的气质不搭吧？像我这样这么村的气质，根本不适合穿那种衣服。穿什么？这个其实我之前输过一次。说有可能就是类似有这种抽奖的性质，有可能抽中这台保时捷。其实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小把戏，就是骗你的个人信息的。很多人在这输。宝贝儿，这个天波兰我要进去逛一下。我脚上这双鞋就是几年前在这买的，我比较喜欢他们的设计风格吧，穿起来比较像美国的蓝领阶层。像这件衣服68，然后呢，40% off，就是6折。这个帮太高了，这个好看，你觉得呢？是吗？说心里话有点舍不得哎，你得乘一下嘛，是130×0.6，78。不行也要吃一点哈，该要吃吗？啊，要吃吗？啊，一会儿给你吃好不好？该你，我们不爬，你爬到这边行不行？对，妈妈在爸爸旁边爬行不行？谢谢你，哥谢谢哈，谢谢。你等弟弟吃完，然后你再爬。你要吃吗？给他吃，给他吃，让他吃吗？你要吃吗？你吃吗？吃吧。行，我们的孩子明显穿多了，真的。我操，爸爸给你扔垃圾了吧？走。他们不想让人进店逛，但是这个Levi's什么好歹要买2件。我要外套，宝贝，还有牛仔裤。该要吃面面吗？你先尝尝你的辣吧。啊？要不要面？妈妈马上。好了，妈妈马上好，好不好？妈妈马上。爸爸马上好，好不好？再坚持一下，好吗？三秒。妈妈马上。
的，赶紧弄地上去了。好，好，不高兴，好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好吗？别急哈。宝贝，我们逛了多长时间？小两个小时，正好是修车的时间。本来进去之前信誓旦旦说，我买几件衣服，他买几件衣服，毕竟是新年嘛。结果呢，两手空空出来了，啥人没买，就是吃饭花了点钱。我就感觉哈，我的消费观念、消费态度越来越偏向保守，就是不敢花钱了。宝贝，哎呦，看到你了，你是不是老说我小气啥的？然后说你抠门啊，抠门，对，抠门比小气还难听。宝贝，我就问你嘛，你这也不想省，那也不想抠，你啥时候能买上房？你急不急？每个月大把的钱交给那个房东，你急不急？急，是吧？要省钱买房。主要是在美国这边租房不划算。是呢。对，所以就一再。我每次交房租可心疼了，那钱一大把钱给人。就一再克制嘛。其实你要是买付了首付，这些钱完全可以够我看我那个对那个房贷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呢，就是尽快省下首付。啊？这就是我们2024年的计划。啊？所以今天虽然说结果一方面来讲比较让人失望，没买到东西，但另一方面还是好的，因为我们把这个钱，如果你买两件，我买两件，怎么可能也得有个小一二百块钱，二三百块钱都有可能。一二百块钱怎么走？对呀、啊。